你是帝人，你是谁？你难道没看到我身边的三个使徒吗？奇拉，你作为亚斯兰上代一度王爵，你应该很熟悉身边跟随三个使徒的感觉吧？那你也应该知道，贵为一度王爵，擅自闯入他国领域，可以视为宣战吗？
入侵者应该是地缘的一度王权，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将黄金瞳孔隐藏在牛头耳遗迹之中，他们的入侵计划比预计的大大提前，因此我们的计划也需要提前了。 要么我就不进去了吧。你家太干净了，我这一身，我还是回御县等银尘吧。万一他要是回来了找不到我，我可以问你借点钱付房费吗？你这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就不用瞎担心了。不过你这一身确实得向好好歇歇。 整个人都臭了，你赶快把身上脏衣服换下给我。这是银尘送给我的，我不能给你。谁让你的破烂衣服啊？跟我过来。你说，银尘他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他还会回来找我吗？你去吧，不要担心我，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
凌晨，你终于回来找我了。我们是特地来找你的。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你似的。我和凌晨要前往一座叫加美什，需要借助你有生的力量，制造大量鲜血。所以幽冥才要来抓我的吧？你们两个想去送死，不要扯上我好吗？ 这加美什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不是，这是你父亲六祖王爵希勒尔的遗愿，别给我父亲。他临死前把魂路给了你，没给我。要完成遗愿也应该是你去完成。你不是已经拥有永生天赋了吗？要流血，你自己去流。 我陪你们去，我去帮你们，你不准去。为什么？凌晨，你是不是又要丢下我了？我去救我的王爵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要追随你的王爵，我也要追随我的王爵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幽花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可以保护你。 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银城鬼山连城要去做什么吗？知道。要营救吉尔加美什。我不在乎吉尔加美什，我只在乎银城。他是我的王爵，他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他去送死，你也去吗？银城不让你去，是为了保护你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 我明白，所以，我更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。我想保护他。你怎么保护他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我知道，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半吊子使徒。可是，我不想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。 哪怕帮他挡一剑也好，多杀一个小魂兽也好，只要能跟他并肩作战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不怕。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？莲花，可能你心里。 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吧？当有一天你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。你的方式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我不想让他陪着我白白送死。他这么年轻。 他应该有更好的未来。什么未来？你真觉得麒麟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会安全吗？
你有多在乎吉尔加美什，麒麟就有多在乎你。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麒麟得和我一起。麒麟，你出来。所以，刚刚那个叹气的意思是，他答应了。但我先说好，一切必须听我的。你不能自作主张。放心放心，我保证你只拿我打打，你就把我当做你的魂兽吧。你这身衣服啊，是吧，我也这么觉得，这衣服完全不行，不上档次，比你送我的那件差太多。本来我是不想穿的，都怪我，都怪他，挺好看的。啊，哈哈哈，试试吧。醉了，凌晨，幽花家地下有一个很棒的温泉，你要不要去泡一下？泡完之后，浑身充满了香气。原来，怎么样？迷不迷人？凌晨，你要不要一起去感受一下？哎呀，你看，明显是想多了，又没人让你和凌晨一起泡。还是说你想和银尘一起泡？我是没什么意见的，就看银尘了。我看你的考虑是对的，我们还是不要带上他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是干嘛嘛？哎，那多长感情，你们先聊哈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到底还走不走？你们凭什么说我在门口偷听？我早就走了。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大 NTC 一定会继续追杀我们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追踪，同时要进行营救的训练和准备。说的对，你们要知道，走出这个大门，整个人安全。甚至整个亚特兰国境内到处遍布白银使者，随便你们去哪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今晚就连夜出发啊。去哪儿啊？出城。去深渊回廊找寻的小男孩的尸体，我已经带回来了。接下来，你还需要我？不用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
个月圆之夜都是众所的自体繁殖期，也是他力量最薄弱的时候，是我们突破的最佳时期。为了阻止我们营救基尔加美什，白银祭司一定已经撤销了所有通往囚禁之地的棋子。想要进入魂冢，必须要从深海下潜。魂冢位于雷恩海底最深的位置，凭我们自身的体能，根本无法抵达魂冢的深度。所以我们要先找到海银，来借助他的力量。海银是谁啊？海银是栖息在海洋深处的巨型魂兽，曾经属于我哥哥鬼山亡魂。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，海银也随之消失在大海里。进入魂冢之后，我们需要快速突破三道防线。第一层关卡，这是上古四大魂兽之一的祝福。我能够催眠祝福，但时间极其有限。我们必须要采用高空坠落的方式，用最短的时间垂直突破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适应高空坠落的速度和压力变化。穿越祝福后，我们需要前往遗迹中心的鲜血祭坛。催眠祝福势必消耗我大量的魂力，到时候需要樱花代替，以永生天赋制造大量鲜血，来开启抵达下一层的入口。所以在出发之前，我们需要强化樱花的永生天赋。虽然不清楚开启鲜血祭坛到底需要多少血量，但是作为白银祭司剩下的第二道防线，我想一定不会让你。最后一层白色地狱的大门，需要舍弃魂器才能进入。白色地狱门口的雕塑，是一个不断蚕食魂器的倒计时装置，想维持大门开启的状态，我们需要大量的魂器。这是我们家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九个王爵和使徒，他们生前使用过的魂器都作为陪葬品一起被供奉于此。所以你需要和六度王爵一起开启捕魂矩阵来进行极限搜寻。六度王爵希尔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新一代的六度王爵寒霜死。
六度王爵的天赋是捕魂之眼，一旦抓取别人的视线，就可以全面共享对方的视觉和感知。齐拉，你负责将所有的白银使者送往亚斯兰国境内各处制高点。寒霜寺会用天赋连接所有白银使者的视线，形成超越极限的观测范围。矩阵需要消耗巨大的魂力，齐拉，你负责把黄金湖泊的精神魂力转移到帝都格兰尔特、贡特雷亚和寒霜寺使用。接下来，特雷亚，你就可以直接读取寒霜寺的视线，凭借你们两人的天赋，就能强制睁住所有白银使者的双眼，将魂力感知全国境覆盖，形成捕魂矩阵。确定要这样做吗？天树幼化的灵魂回路是不完整的，它很难支撑开启鲜血祭坛需要的血量。但他身上已经有回路了，你没办法对他重新赐印，你只能……我只能将我和他的灵魂回路捆绑锁定，这是唯一能够完整强化他天赋的方法。可是，一旦回路捆绑锁定，他如果死亡，我也会随之死亡。我知道，但我答应过西流儿，帮他照顾天树幼化。我想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知道吧？他比我年轻，比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希望。他有在乎的人，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。我在完成哥哥的遗愿之后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。如果可以，就让天树幼化代替我活下去吧。躲在天树幼化的官邸里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。不用，你们退下吧。Thank you.
宝吗？没有，但总比等死要好。也许这会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筹码。久违多年的冷血狂宴再一次开始了，你闻到风暴里的血腥气味了吗？我也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没有趁机将我在睡梦中杀死？但不管如何，我们已经暴露，幽花关底不再安全。我们必须提前出发，去寻找海姨。
确实很奇怪。Thank you.
一片漆黑，他们在海人体内，已经无法通过人群的视线来判断他们的位置了。走进游兔儿遗迹吧。
即刻前往囚禁之地，分层镇守，务必阻止他们营救吉尔加美什。是是，很急很急。特雷亚，有什么疑问吗？为何我们三人不合力共守第一层就好？分散实力，不是更容易被抽个击破吗？我自有安排，无需多问。是。白恩祭司，我不敢保证能够独立完成这个任务。当然，所以会有人帮助你一起执行。Thank you.
是疯人的魂器吗？七位，我现在把我的魂力传送给你，用尽全力吹散上方的乌云，可以做到吗？我试试。要填满整个池子吗？当然，你瞧不起我。
果你的魂技全部耗尽，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你就立即返回，带上幽花、林泉一起离开这里。林泉，那我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绝对不可以进入那扇大门。如果你进来找我的话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虽然你一直觉得我很厉害，很了不起，其实我的人生过得非常的糟糕。然而我这一生有两件事情让我格外的骄傲，一件就是成为了吉尔加美什的使徒，另一件就是成为了你的王爵。这画面真美。你应该跟我一样很喜欢鲜血的腥甜味道吧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，你再靠近我，我就
秋明。已经启动星王爵制造计划，被追杀的不只是银尘连城他们，还包括我们。这里就是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坟墓。
用祭司想要更新换代整个亚瑟兰原有的王爵体系，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杀联权银尘，而是我们。水禁岩路，他和幽冥已经知道了江之洞穴的秘密，他们会是潜在的威胁，因此亚瑟兰需要更强大魂力和崭新天赋的王爵，以抵御其他国家的进攻。奇拉，你需要独自一人完成这次的计划。朋友吗？朋友？你竟然还相信有所谓的朋友？哦，对了，你肯定还相信王爵与使徒间不离不弃的忠诚吧？不过银尘有没有告诉你，王爵和使徒之间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关系？你所感受到的对银尘的不舍、依赖，对银尘的崇拜、忠诚，那都只是使徒对王爵单方面的情感而已。你说谎，银尘不可能骗我。你看，银尘为了吉尔加美食可以连命都不要，就像你
誓死追随他来到这里。可是当你有危险的时候，比如现在，他在哪儿呢？如果吉尔加美什和你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，你猜他会是谁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信你的，我只信银尘。我真羡慕你，我羡慕你可以活得这么单纯，或者说这么愚蠢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们谁都别想进去伤害银尘。你忘了我的天赋是什么吗？我想要进去根本不需要月桂，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要进去，因为银尘根本不可能解开最后一个锁死吉尔加美什的诅咒。诅咒？我早就将白色地狱内的空间设下了魂速120倍流逝的时间里面，你的这些魂器就算可以在外面坚持100天，但对于里面的银尘来说，1天都不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可以在这场疯狂的迭代杀戮中成为唯一一个不被取代的王爵。什么祝福、死灵、什么鲜血祭坛，都是笑话。困死吉尔加美什真正的牢笼，是我奇拉独一无二的天赋。时间到了，thank you.
局，麒麟他们就出不来了。让我进去，我的魂力比你多，让我来。你不能进去，你要保留你的魂力，等着麒麟他们出来，安全地带他们离开这里。优米，抱抱我。求求你。反正也没剩多少，都给你吧。修川地藏和他的天地海三使徒，他们的天赋是窒息，能够大范围的吞噬魂力。失去魂力的王爵和使徒，在他们面前只是一介凡人罢了。可能你心里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吧。当有一天你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。就算是冰天雪地，亦或是烈火荒漠，不管去哪里，
只要在他身边就好，可以并肩作战，也能分担苦难，甚至共赴深渊。危险也好，痛苦也好，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只要能够守护他就好。你不想看见他承受任何痛苦，更不能允许他受到一点伤害，就算烈火灼烧也好，粉身碎骨也好，想要平静一切，甚至付出你的所有，包括生命。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，那也至少要用力地朝对方奔跑，就算前方是冰冷的死亡，也无法阻挡你前进的力量。之后才可以变厉害。当你成为王爵的时候吧，那我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厉害吗？你会变成银色的头发吗？应该会吧。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一直都觉得很好看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王爵啊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成为王爵了。那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一直做你的使徒吧。黑头发也挺好看的。冷血狂宴的完美落幕吧。这种魂路先留着，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回心脏。杀掉特雷亚和幽冥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
风水禁言录的秘密。你们在江之洞穴中利用江之大量制作复制，然后在他们身上种植实验各种境界的灵魂回路，再把他们放到明星洞穴中正式囚禁，让他们相互充盈，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噬，借此也选出最杰出的毁灭者。我已经提前布置完毕，一旦我跟幽冥死亡，江之洞穴和明星洞穴的秘密就会在第一时间散布给风源、火源、地源三个地宫。我相信这三个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样大肆破坏魂术世界的平衡。很快亚瑟就会遭到他们三个国家的联合入侵。林姐，这是你要的结果吗？凌晨，凌晨。
Thank you.
为了魂力而死，我也从来不是为了魂器而生。这个残疾眼中荒芜的世界里，还有许多许多像幽花，灵泉一样有血有肉，不甘心向命运屈服的人。曾经的我，胆小、软弱、碌碌无为，直到遇见你们，我才知道人生的另一种活法：去守护，去战斗。 永不屈服。也曾经说过，再渺小的希望，在绝望面前，都有无限大的可能。明晨，我知道你会一直与我同在，所以不要担心我，我在这里，我会一直在这里，等你回来。 众神的复仇之路，还好，我有你。